您觉得这个热身活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原来我们呀当兵的时候都干这事儿，每天训练之前先热身。OK， 原来不新鲜。拉伤。对，让大家这样活动开完了以后呢，再去减少运动的消耗。对，感觉到现在有一点小的气喘的症状，这样呢，在运动的时候会好一点。Thank you.